这首歌是好听的，也很有 feel 的。Yes, so sexy.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帅哥，真的对我们太支持了，还有所有的辣妹，太感动了。好，展现我们的专业。哇，听说甜甜可以在钢管上面待到明年中秋再下来哦。这个意思就是代表你们的腿功很强，腰力也很强，每一天都吓你们的腰，哦，把那个腰吓到都受不了了，哦，哎呀呀，动不了的，哦，啊，哦，哎，哎。